山西省阳城县，位于三晋大地的最南端，这里自然环境得天独厚，境内的莽河地区山川秀丽，风景优美。阳城古称霍泽，自西汉至现，至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而在阳城，栽桑养蚕的历史却已经有3000多年。几千年来，阳城养蚕的传统从未中断。不过，在过去，一直都是家庭作坊式的小规模生产，而如今，阳城蚕桑产业则是山西之首，华北之冠。而这一变化，则要归功于阳城已故县委书记孙文龙。孙文龙在阳城任职期间，对农业进行科学规划、综合治理，大力发展蚕桑产业，使蚕桑生产成为阳城支柱产业之一。直至今日，他的事迹仍被广为传颂，被当地群众亲切地称为“蚕桑书记”。咱们这个孙文龙书记，这当地人都认识。都认识。老百姓从阳城，你不论找到哪个地方，一提他的名字，老百姓都知道。都知道啊啊，是叫提出来。阳城户军一张钱，户员一张钱，上述地干花。户军一张钱，农民有钱花。农民有田花啊，实现树地干上树化，地养菜要采粮哦，粮补做一个结合啊啊，对。为了更加深入了解阳城蚕桑产业，我们在当地蚕农王姐的带领下，来到了她的养蚕基地。小高是第一次见到传说中的蚕宝宝。为此，特地找了一些桑叶作为见面礼。哎呀，你在这？这蚕宝宝在哪儿呢？这不，你看一下。哟，我的天哪！这全是。你走进去。哇！直接走进去就行吗？用不用消毒啊什么的？啊，不要，现在不要了。现在不用啊。蚕宝宝大了，小的时候就不行了。看看这些，哇！大概这个棚啊，有统计的话，你大概养了多少条这个毛？像这个棚也就大概就是12万吧。12万。12万条这个蚕宝宝。哇，大家看看琳琅满目的啊，随便咱们找一小空地儿，这就数不清了，是吧？这就是蚕宝宝，是吧？这就是个蚕宝宝，传说中那个蚕宝宝。它大概是在颈部的这个第三节的位置上，长了几个月芽儿，这个。是吧？啊，然后身体呢特别柔软，然后温度也不是很高，嗯，正常是吧？是的，是的。它体温比较凉，哦，就是对一点。然后咱们保持一个安静的环境啊，仔细听。蚕宝宝吃树叶的声音。它就是到了蚕，就是卸在这，4、5令的时候吧，它吃起桑叶了，就是沙沙沙沙沙，就像下小雨一样，就是这种音。哎呀，真是啊，是吧？养蚕是个技术活，更是一个辛苦活。在养蚕季的一个月里，王姐每天都要里里外外忙个不停，修剪桑枝，打理桑园，喂食桑叶等等。为了切实体会养蚕的辛苦，小高和王姐来到了他家的桑园，准备帮王姐干点力所能及的工作。好，王姐，嗯，咱们现在手里面拿这工具给大家介绍介绍啊，嗯，这都是用来剪桑葚的。是的，是的啊，这就是桑剪。桑剪啊，就是专门剪桑树用的这个桑剪。嗯，咱俩这怎么不一样啊？这样？这个呢是电动的，啊，就意思说就现在刚发明的，人家他们发明的这个新东西。这个是以前的老式的，原始的老啊，原始老人都用的这个。嗯，你看这的形状是一样的啊。啊哈，是的。看这个可以按按钮。哇，这么酷。啊，您那个哦，这样这样，好的，来啊，那咱们就开始剪桑叶，有什么要求吗？剪哪块的？你看这桑叶吧，哈，嗯，你要剪的时候，你看这个是青枝的哈，嗯，你剪的时候，你看这个枝条都不一样，嗯，咱就剪的是这一种的，嗯，这种是秋天吃的，哦，这剪的时间又挨着就稍微粗一点的这个，啊，是吧？就看挨着这边，哎，哇，这就剪下来了，
这么锋利啊！啊，您看，这就剪下来的。看看啊、哎，我剪一个啊，拿着原始的剪一个。啊，你试试。看好。哎呀。还可以啊，还行，姐姐那个比较还行，你剪那个比较干脆，啪嗒一下就下来了。哦，你看这个，这一个手指那么粗吧，是吧？哦，是的，一个食指那么粗。哦，阳城地区自然气候条件十分适宜桑树生长，养蚕离不开栽桑。当年正是由于孙文龙书记大力倡导农民栽植桑树，才有了今天阳城蚕桑产业的壮大。姐，你剪怎么样了？我剪完了。剪完了，那赶快给我借一下你那电剪的，我这不行了，这太费手了。来，哇，给你，我背背你这个啊。来，我帮你拿着。哎，这就对了，这马上就轻松起来了。好，这个今天这天儿挺热的啊，剪剪剪就流眼睛汗水。平时您干活也这样吗？是的，您看我也满头大汗的。剪桑枝是养蚕最日常的工作。大片的这个桑，仲夏时节，烈日炎炎，而王姐每天都要在这片桑园工作六七个小时，付出的辛苦可想而知。在王姐的养蚕基地，蚕宝宝正在迅速成长。一般在合适的温度和光照条件下，一条蚕从孵化到结茧只需要30天左右。它们大约6到9天就会蜕一次皮，每蜕一次皮被称为一免。一般现代生产用蚕为4免50。现在王姐家的蚕已经免过了4次，再过几天就要结茧了。这几天正是它们最能吃的时候，每天早晚都要给蚕补充大量的桑叶。一般来说，一条蚕从孵化到结茧，它们的体重会增加约10000倍。哇、哦，这几天没见，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就这个长高了，然后虫子好像也变大了，是吧？你看看，大了吧？你看它这都吐丝呢，看见了没？哦，是的。哎呀，这边看得明显啊！刚才我还想给大家找一个光线去看一下它身体这个透亮的程度，这回真的很明显。这个给我。哦，您正在把这丝给拿出来。你看，哇，看见了没？看见了。你看见了？看。大家，我现在能看见，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见。它这个从肚子里面已经吐出了长长的丝线，很细很细，这个比发丝还要纤细很多，是吧？然后而且从阳光下能看到它这个透亮的身体，基本上是属于那种半透明的状态了，是吧？长大。很快到了春蚕收获的时候，在2-3天的时间内，王姐家的10几万条蚕会集中结茧。必须抓紧时间为他们准备结茧所需要的空间。在80米长的蚕床上，首先铺上一层木棍，然后是一层塑料分割处，最上面是供蚕宝宝结茧使用的方格分割处。2天后，奇迹就在这些格子里发生了，蚕宝宝开始吐丝了。春蚕到死丝方尽，留赠他人御风寒。春蚕这个可爱的小生命吃的是桑叶，吐出的却是一缕缕细丝，将洁白的蚕丝奉献给人类。而一生未明的孙文龙书记也正像这些辛勤的春蚕，把自己有限的生命奉献给了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事业。这里是阳城县的一家缫丝厂，王姐家的蚕茧将在这里进行加工。依靠手法纯熟的技术工人和专业的设备，洁白纤细的蚕丝被一根根剥离出来，
它们最终将成为制作丝绸的原材料。辛苦了一个多月，王姐结束了这一轮的养蚕季。来年，无数蚕宝宝又将在这片土地上继续成长，古老的蚕桑文明也将得以延续。春蚕是自然馈赠给羊城的礼物，而羊城带给我们的惊喜绝不仅止于此。我们听说，在羊城的深山峡谷之中，还生活着一群更加可爱的生灵。这里是位于阳城县桑林镇境内的莽河地区。莽河有山皆奇，有水皆秀，鬼斧神工，妙境天成，是自然造化馈赠给阳城最好的礼物。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使得千种生灵、万种植物在这里繁衍生息。来到莽河，吸引我们的除了秀丽的风景，更重要的是因为生活在这里的一群可爱的生灵。哇，有这么多猴子，不是说它特别害羞吗？今天看不出来啊。我的妈呀，这会不会咬人啊？哎，大哥你好。哎，我这等会儿啊，慢点，别踩了它。呀呀，顾不上我了哈。大哥你好，这怎么咱山上怎么这么多猴子呀？哦，都野生的猴子。这怎么都不怕人啊？这个？因为这个它旅游区发展以后，啊，时间长了以后，这原来是猴子怕人，现在成了这个发展成了，人怕猴子。我喂一下行吗？嗯，这次怎么喂啊？这个，就拿手里喂是吗？可以。它递在手里是吗？嗯，可以看。嗯，再来一下。我有点害怕他们，咬人吗？他们不咬。哎呀，挺可爱的还。给你，哎呀呀呀，这没剪指甲啊，这都，来，这边，你看这小猴，呦，打架了这啊，来，朋友们，你好，这跟他们怎么打招呼呀？你认识他们吗？啊，您认识他们吗？一撒子就吐了，一撒子，这咱们山上有多少只猴啊？这个山上是200多，200多，270只。270-280只，咱这么多可爱的小猴，他们平时除了吃玉米，还吃别的什么的吗？吃，比如说呢，水果，苹果，香蕉，啊，那个橘子，桃子，对，桃子也吃，哦，桃子跟香蕉是吧？对。另外我们今天还带了一些，我抓我是吧？好吧，给我递一下我那吃的。哎，我现在被猴给围攻了啊，基本上就在猴群里面了。好。这跟里面打开是吧？他会把我包抢走吗？可以。也会啊。那我得怎么注意一下？拿住是吧？我先背上，拨一下是吧？不知道怕他一个人就拿跑了。好啊。有，你看这眼睛啊，都滴溜溜转呢还。我这拨开他们能抢走吗？你试试。另外我先尝一下。嗯。哎呦。太恐怖了，就是。这猴王盯着他呢。干了一个，干了一个。你看那边吃的，哎，你看那个，哎呀，这猴王不得揍他呀！啊，没事，你带点，你带我猴王，喂一下猴王是吧？哎呦，慌张了，看看你还有没有？这猴王吃了一个，拿着还在那瞄呢，还怎么样这个啊？猴哥，吃的还行吗？这个还是怎么给啊？可以这个。猕猴是我国二级保护动物，群居。一般少则十余只，多则数百只一群。莽河地区是我国自然地理分布最北端的猕猴保护区，其主要保护对象为太行猕猴，属猕猴的华北亚种。经过20多年的管护，这里的猕猴数量已经从150余只发展到了1000余只，种群数量增加到7群，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猕猴乐园。不过，由于长期与人接触，这些猕猴的野性也在慢慢退化。
为了寻访莽河地区更具野性的猕猴种群，我们来到了一个峡谷之中。这里已经是南太行的深处，人迹罕至，偶尔能够听到几只猕猴的叫声。循着声音，我们来到了山中的一片开阔地。大叔，大叔你好。你好，你好。哎，大叔你好。哎，哎，你好。好嘞。好。您这是干嘛呢？在这儿。哎，我在这里养猴子了。刚才在那边也是有一群小猴，但是就人特别多。我来这儿看您刚才在这儿，这里游客多，游客多，游客少，游客少一点啊。没有开放。哇，我这边猴子更有感觉一些，你看，更悠闲一些。这里要200多了。200多只猴子。这200多了。啊，我刚听您喊了一个口号，那怎么喊的来着？我说，等他见看着我，我叫他来跳来吃。你怎么叫的？呜，他就回应了。你听，再来一下，再来一下，再来一下。漫山遍野都是猴子的回应声哈。袁大叔年近70，是这里唯一的管护人员，每天在大山里生活，常年与猴子打交道，山上的猴子也都慢慢的成为了他的伙伴。您平时就住这儿啊？哦，这什么时候搭的房子呀？这是好几年了，我还挺简易的啊。哦，这边有床。哦，中午休息休息。哦，这摆的桌子是吧？哦、对。啊、哦，您现在具体做什么工作啊？在这儿？在这儿就是主要喂养猴子。对，猴子。保护这个森林，防护林防火嘛。嗯，那您准备的一些一般给猴子吃什么呀？玉米。这、主要是吃玉米，其他水果喂不起。这个玉米的这个也一块多钱了。这行，那咱们给他带点这个玉米啊。我拿着。好，拿桶装上啊。好。您自己在这住这房子安全吗？安全啊。好，安全。我看这也没个电灯泡啊什么的。这里不通电。没有电啊？没有电，太远了、啊、距离太远。太远了。哦。那住这水啊什么的怎么办？水从家里远来拿，就是那个就是拉的水吗？哦，这些是装水的桶、啊。装水桶。哦，其实那个小桶提一点。哇，我们可能很难想象一个人常年生活在深山中的感受，除了生活上的不便，更多的是难以排解的孤独感。不过对于袁大叔来说，有了这群猴子，日子似乎也就不那么难过了。你看这边的猴都跃跃欲试了啊。这样上去啊！哎呀，这山够高的呀！哦，天哪！慢点啊，慢点啊！这样，您平时自己也拿这么重啊？哦。今年多大岁数了？今年68了。68了，这太重了，这个对您，这有没有？慢一点啊！它重，我帮你拿不？那，嗯，他们离咱还挺近的，这个。你看这边猴呢，我发现这个野性稍微强一点哈、啊。都在这悬崖峭壁上爬着，然后还有到那树杈上那个，是吧？你看，就是人少来这地方的这个猴群呢，它就这个野性强一点，然后警惕性更高一些。哦，好啊，这慢慢就爬下来了，就知道你给它吃东西了。是，我给它运送出来的。哦，我撒一点啊。呜呜，这太近了，因为它还看，哎嘿。还喵呢，还给他吃一点，不喂了。他这个手掌特别长，你看，都这么的。这边的猴，这漫山遍野的猴，这都归您管吗？哦，都是管，都是一大群，一大群猴，群体的。哦，要来都来，要走都走。如今，在这个山谷中生活着几百只猕猴。保护猕猴种群的栖息环境是袁大叔的重要责任。虽然猴群也能自己觅食，但是为了保证它们有充足的食物，尽管山势险峻，袁大叔还是坚持每天提着十几千克的玉米上山喂猴，而这一喂就是20多年。这也使得袁大叔和这群可爱的生灵之间有了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感。
这个您养这么多年，这个对猴感情也比较深，是不是？感情深，感情深啊。这有没有觉得，突然间有一天，比如说换个工作啊，这能接受吗？换个工作到下面去，不上山了，不这么辛苦了。啊，那是的，闷的，闷的，跟他别扭的一样。别扭啊，老是不习惯这个改了就还老想他，老想他，让他在这里。这爬山您觉得辛苦？没什么，惯了，习惯了。这漫山遍野的猴都是这个我们袁老师养的，他们让他们长得比较壮实啊，吃得好，玩得好，哎，就在这咱们这个大山里面，过着安逸的生活。对，自然的。近年来，随着生活环境的改善和保护力度的加大，莽河地区野生猕猴的种群数量越来越多。对于这群可爱的生灵来说，这里已经成为他们生活的乐园。对于袁大叔来说，20多年来，守护这群大山里的精灵已经成为他的一种习惯，不论寒暑，从未中断。而当我们走出深山，走进乡村，阳城又将是另一番景象。这里是位于阳城县润城镇的上庄村。上庄自古以来就有文化之乡的美誉，从明代中叶至清初的百余年里，这里共涌现出了5位进士、6位举人、共建生源等有数百人之多。在上庄的深宅大院当中，一座名为红炉地的宅子属于清康熙年间的御厨郭璋。相传当年郭璋仿照满汉全席的标准，制作了864道菜的家宴，取名八八宴，流传至今。后来上庄的乡亲们加以简化，称为8816道菜，从惩罚改为加法，使普通百姓也能享用，形成了独具地方特色的乡村宴席。哎，您好，问一下王继强大哥在吗？哎，您是哈，马大哥你好，你好。哎，您听过这个八八宴席吗？八八宴席吧，八八宴席就发源于咱们这里啊，也好几百年历史了。就是咱们现在正在做的这个就是什么？这是八八宴席中间必备的一种一份面点，叫做枣糕。这也属于里面的一部分。对对对。那咱们看看去。好的，来这看看啊。姐姐阿姨你们好，你们在做的这是什么呀？在做的这个是什么呀？这是你要什么，我们给你做什么。面素呀，枣糕。面素啊，枣糕。面花。我说这儿怎么有那个红枣？你看看。红枣有，还有枣糕，锅里那个枣糕。山西自古以来就是面食大省，阳城地区的面食文化也是源远流长，各种节令都要用到各种形态的面食。润城枣糕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这种形状如花的馒头制作过程十分讲究，麦子要在适宜的温度下浸泡1到2天，长出小嫩芽，再晾干磨成面粉，用这种面粉制作的馍才会有淡淡的麦芽香和丝丝的甜味儿。制作时将和好的面团揉成长条状，用圆形的木棍在中间压一道沟，两边压上花纹，取2颗红枣放在面的一头，然后将面卷起来，一个枣花馍就制作完成了。哎呦，这我拍照这像什么吗？像我们小时候玩的这个悠悠球啊。对，两个叠在一起去啊，再大一点的就是轮胎了啊。哎呦，这我做的好像有点丑。你这毛病就是，你看也比鸭子大，简直不忍直视啊。这一个人，拜拜粗，拜拜细。我再试一下啊。好，谢谢阿姨给我鼓励。好，把这个放在这儿，让我这个吸取一下经验教训。这也是我做的啊。除了枣花馍，这里的主妇们还善于制作形状各异的面素。
面团在手里反复揉捏之后变得极富韧性，然后再利用剪刀等工具，便可以塑造出具有各种美好寓意的造型。大家看，我现在左手边拿的就是我刚刚跟姐姐们阿姨们学习制作的这个青蛙坨兔啊，它就是一团面上出来的。我这姐姐坐着右边的，我觉得就还可以啊，不错。除了我这兔子没有眉毛以外啊，其他的都比较完美啊。其实就是大家做的这个每一个面塑是不是都有自己的这个意思，是吧？这咱们这叫什么？蛤蟆坨兔啊。对，还有蛤蟆。后面句是什么来着？越驼越富啊。蛤蟆坨兔越来越富，美好的希冀。做好的枣花馍和面塑就可以上锅蒸了。这些形态各异的面食凝聚着润城人简单美好的生活情趣，一个个面团就这样在他们手里变换成了具有美好寓意的民间艺术作品，吃在嘴里，甜在心头。在上庄的主妇们制作枣花馍的时候，同村的徐师傅也已经开始忙活了。作为八八宴席的掌勺之一，在正式开席之前，徐师傅要提前做好准备工作。制作八八宴，一锅上好的鸡汤必不可少。取十几只老母鸡，加入适量的水后上锅，接着在汤锅里放入葱姜蒜以及各种香料，在猛火的作用下，汤锅不停地翻滚，香气四溢。两个小时之后，鸡肉酥软飘香，鸡汤香醇浓郁。这些鸡肉和鸡汤会将在八八宴中发挥重要作用。哎呦，王老师，这天儿变得够快的呀。是吧？对，我们本地就有一句名言，叫做大旱不过五月十三。大旱不过最害的天气，它在五月十三之前必然会下雨的。哦，在五月是个多雨的季节。对，所以说赶上端午节下雨很正常，刚刚还晴空万里呢。那咱这个奔着八八宴席去，它不会因为下雨停了吧？啊，不会的，不会的，这是我们就是传统的习俗，要按时举行。哦，来进来看看。哇，这大哥大姐忙活什么呢？这是？做开始了啊！这今天为我们掌勺的，这就是我们的八八宴席的传承人，徐老先生。哎，徐老师，您现在做这个，这是拿黄瓜做什么菜啊？这是要？就是做一个凉拌黄瓜。凉拌黄瓜啊，是拍黄瓜那么做吗？对。我猜对了啊！这是什么菜？烧干。烧干。烧干。还得用那个猪肝，用那个，然后包上那个花油，加上大蒜，制成的。这是主要的一个。咱们一共有多少道凉菜？这个九道凉菜，16道热菜。徐老先生，哎，您咱们现在您做的这几个都是凉菜是吧？啊，这是一个、两个、三个，是这个这五个。在润城，逢年过节、迎亲嫁娶，人们都会摆上几桌八八宴。按照规矩，开席之后要先上九个凉菜，主要有炝拌紫甘蓝、油炸小黄鱼、羊城烧干、凉拌黄瓜、凉拌腐竹等等。在这个古老的院落里，几百年来同样的宴席曾无数次在这里上演，这既是一场宴席，又仿佛是一次古今穿越之旅。好嘞，哎呀，给大家上菜了啊。上菜了。这是最后两个凉菜。就为什么咱们吃了这个凉菜哈，没跟热菜一起上了。咱们这个八八宴席啊，开始它要上九道凉菜，寓意是位列九鼎，也就是上了凉菜上了以后，咱们就可以喝酒，边喝酒边聊。啊，你们吃了这菜怎么样？咸不咸啊？这里面。王大哥告诉我们，八八宴除了制作讲究，更重要的是吃起来也有讲究。这种在当地流传了400多年的宴席，到处都透露着古老文化的气息。开席之后，家中的长者要先入席，陈设菜肴要有顺序，
吃饭不要发出响声，这些饮食礼仪都是吃粑粑宴必须遵守的规矩。现在呢，我们又来到了这个厨房，准备开始做热菜了。因为这个粑粑宴前面热菜要一边吃着一边做。对，现在我们要做这是鱿鱼紫菜汤吗？对，鱿鱼紫菜汤啊，用的是老鸡汤，然后就是我们刚做的这个鱿鱼啊。别多放点，这行吗？全部放进，全部放进，全放进。那您这边呢？我这个是这个，他跟咱们做的不是一碗，哦，是两个菜。你这是第二碗吗？放，这放的是什么呀？这丸子吧，这是。嗯，鸡脯呗。什么丸？鸡脯。鸡脯丸。嗯，就鸡胸那个肉。鸡胸脯做的这个丸子。对对对。哎呀，都是汤类的啊，这个有点像这个粤菜了，是吧？差不多。这为什么咱这个中原吃热菜，就是粑粑宴席里面这热菜全是汤类的呢？咱们这个粑粑宴席它是以养生为主啊，它的主要奥妙就在这个汤里面。汤里面啊，汤全部是用咱们那个排骨和那个鸡熬制的那种清汤。对，就让大家有一个比较清淡的感觉。对，而且在熬制过程中里面还要加那个党参呀，那个是枸杞啊这些。哦，原来之前徐师傅熬制的一大锅鸡汤就是为粑粑宴席当中的热菜所准备的。汤菜是粑粑宴席的特色之一，以老鸡汤做底，加上鱿鱼、鸡肉丸、葱花、香菜等辅料，开锅之后香气四溢。咱们做的这是鸡肉丸子汤是吧？鸡脯丸子汤，对对对，啊，鸡胸脯肉做的，哎呀，这个香啊！讲究大吉大利，有这种，我给大家看看这个啊，这个好啊，怎么样？有没有一种香气扑鼻的感觉？这个肉丸子都非常的小，然后加了面粉的勾芡之后，哎，显得比较圆润和丰满啊。哎呀，我现在有点想吃了啊。老师，您看这菜用不用尝一尝啊？不用尝，不用尝啊！我能提前吃一个吗？哎，那可以。就给我来勺子，老师。嗯，这个鸡肉炖得非常的好啊，因为全是鸡胸脯肉，所以它非常的瘦，咬起来很有筋道，味道呢也是咸淡适中。粑粑宴席在润城由来已久。俗称吃席，所用食材均为普通的鸡鸭猪肉及时令蔬菜。上菜时讲究先咸后淡，先浓后薄，先无汤后有汤。热菜主要有鸡脯丸子汤、小蛤、清炖鸡、烩小丸、红烧鱼等等。哎，大伯、叔叔、阿姨、小兄弟们，咱们吃吃这个啊！来来来啊，请大家喝喝这个酸梅汤，就刚才自己制作的。来来来，阿姨、叔叔、大伯、兄弟们尝一下啊！大家喝。我隆重推荐这个，我之前真的没有喝过。这菜是我吃这粑粑宴席里面最特别，然后最甜蜜。最有代表性的一道，这是枣糕啊，这属于主食吧？这是六道菜之一吗？这是配的啊，另外的，干啥的这个灭顶。来来，我饿啊，就来一块配的枣糕，枣糕，尝尝你的手艺啊！平时大家这个聚会的机会多不多？就是过年呀，端午、中秋几个重要的节日，大家聚在一起吃顿饭，沟通感情啊。黄老师，这是什么菜？这是这叫生汆丸子，生汆丸子，什么肉？用那个长寿肉，水煮哦做成的。这咱们这个菜里面怎么有这么多丸子呢？把这个是最后一个，这是倒数第二道。倒数第二道啊，要上个丸子，就意思着咱们的宴席快结束了，也就是快完了。哦，就是快，那开始的跟这个头菜也是算呼应的。头开始上一个那个鸡脯啊，鸡脯丸子是代表大吉大利，就是开门大吉。哦，王老师，我给您讲讲我这个感受啊。我之前也去过很多地方，吃过这个河村三饭，还有这个八大碗，就是各地啊，南北各地的这种宴席。但是我觉得这次今天咱们吃，虽然说下着雨，但是心情是格外晴朗，尝到这个美味也是非常的，怎么说呢，很奇特的一种感受。有甜的，有咸的，有淡的，还有咱们一家这其乐融融的氛围，都是端午里面我觉得非常重要的。
再次呢，祝愿我们大家都端午节快乐啊！快乐快乐！哎，好，然后祝叔阿姨身体健康，大伯身体健康。来，小兄弟，祝你们俩学业有成啊！来，谢谢总的，谢谢谢谢。我们下次再来送他。来来来来来啊！这么好吃的一定来，再来啊！上庄文化底蕴深厚，在这里，除了传承百年的八八宴席，还有很多传统的民俗活动世代相传。恰逢端午佳节，村里到处洋溢着节日的氛围。吃过八八宴，我们循着一阵阵锣鼓声来到了街上。我跟王大哥奔着这锣鼓喧天的架势就来了啊，感觉就像过年一样，非常喜庆。咱们去看看。这是咱们一个吆五表演。吆五表演，在端午节的时候啊，我们这儿要有一个大型的冲温活动。什么活动？冲温，冲温活动。冲是冲击的冲，温是那个温城的温。这个喜庆的，这个喜庆的表演活动，就是为了去掉去除瘟神，对，去除瘟神。祈福的一个活动，呜！非常想参与一把。相传，端午是一个祈求吉祥的节日，人们在端午节这天会有不少的避忌手段，比如饮菖蒲雄黄酒、悬艾避瘟等等。因此，早在汉代，避瘟保健便已经成为端午节最早的节日主题。在上庄，端午节的民俗活动十分丰富，除了欢快喜庆的腰鼓，我们还见到了一种十分特别的表演。古人那种的降妖驱魔的这么一个场景哦。这种奇特的民俗表演共有七八个人，表演者身穿戏服，头戴面具，手拿兵器。其中两个人坐在类似跷跷板的推车上，一边行走一边表演，看起来十分古怪。冲锋的大元帅，冲大元帅啊！冲锋的大元帅啊！这不是鬼啊！啊，不是鬼，他在那个降妖除魔，戴的这个面具啊！你看这个，我能感受一下吗？可以，可以感受一下啊！来来来，把上面那老师稳住了啊！这我都没气就行了。怎么样？有没有一种恐怖的感觉？挺帅气的啊！这个我现在扮演的是中温大元帅，是吧？对。那咱们这个戏大概讲的一个什么样的内容呢？就是拿着刀在降妖除魔。降妖除魔啊！降除四方的妖魔啊！这是咱们当地的戏剧吗？对对对，当地的戏啊。民俗。好啊，我跟几个大哥配合一下，那边拿狼牙棒的大哥啊。好啊，来锣鼓喧天奏起来，好吧？参与一下啊。这种看起来十分古怪的表演名为耍豁，主要流行于晋东南地区，是一种不可多得而又濒临失传的民族项目。表演者头戴象征鬼神的面具，手拿兵器，为人们消除四方的瘟疫。随着时代的发展，耍豁已经从过去传统的驱邪祈福活动演变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民间文艺节目。
燎原乳业提示您，精彩继续。可以停了，哎，可以停了，哎，哈哈哈哈，哎呀，这个扮演了一下中温大元帅是吧？老师，我这配合的怎么样？可以，可以，还可以啊。哎呀，刚才在上面感受了一下腾云驾雾的感觉啊！我知道为什么要用跷跷板了，这个因为要有行进感，对是吧？然后一直在动，还要动这个枪。不过这个面具还是挺热的哈、啊，我看看这面具，这用什么质地做的？这是胶皮吧？啊，皮画的这个小尖脸啊，这应该是，鬼神当中的属于美男子系列了啊，非常帅气啊！啊，刚才那个表演的，我觉得稍微的还可以啊，行，挺好的是吧？这个大刀耍的还不错是吧？来来来，让我下来啊！啊。有点热，啊，热的，操，操，很，好，热。咱们要隆重的感受一下这个架子。来，这个家伙事是谁发明的呀？这也是我们古代就有这么一种。来，您离我近一点啊。古代全部是用这种木头做的，现在我们把它改良了，用这种管子，以前就有是吧？对，以前就有。我是第一次见到这种工具啊，这可能是咱们这个传统表演在。咱们润城镇啊，可能比较传统，就是这样的一种器具，这有名字吗？叫豁，豁，嗯，口头我们老百姓叫豁。我自己感受了一下，还挺热的。你看，几位老师都已经满头大汗了。哦，哎，大家这个年龄都比较大了，是吧？啊，都是老年人了。这大概有将近80岁了。80岁，哎呦，哎呦爷，来，爷爷来，请前面请啊。后来我不是干净了。这个我们80岁的爷爷扮演的这个面庞，是里面最年轻的啊。这是一个小丑的形象啊。燎原乳业提示您，精彩继续。为什么要跳这个舞呢？啊，就是咱们每年在那个端午节的时候，嗯，都要举行这种冲瘟的活动，就叫冲瘟，冲瘟是吧？就是冲瘟的活动，把这些瘟疫全部冲了，就是镇住，不让它一年四季都出来作祟，镇压一下，是吧？让咱们村民平安的生活，有这个祈福的作用啊。好，几位老师，你们休息一下啊，谢谢。哎呀，这个驱瘟大元帅还是非常酷的，帮我拿一下刀，老师，给大家感受一下这个面具的意思啊。好嘞，燎原乳业提示您，精彩继续。在莽河，袁大叔依旧每天上山喂猴，守护着大山里的猕猴王国。在养蚕基地，王姐正在收拾摘完蚕茧的工具，准备迎接下一个养蚕季的到来。在上庄，我们品尝了流传了400多年的粑粑宴席，参与了端午节独特的民俗表演。无论在田野还是在乡村，我们感受到的都是阳城人对美好生活的希冀，对幸福最简单质朴的追求。